公元前640年，郑国国君郑穆公和少妃瑶子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她长成后雪肤桃腮，是当时闻名各诸侯国的美女。不过她的名声不好，未出嫁时便跟自己的兄长公子蛮私通，3年后公子蛮死了。她这一生总共嫁了7次人，当了3次皇后，还有9个男人因她而亡，她由此获得了黑寡妇的称号。公子蛮死后，郑穆公将她匆匆远嫁给了陈国大夫夏玉书为妻，她也从此有了夏姬这个名字。不到9个月，夏姬给夏玉书生下了一个儿子。12年后，夏玉书因病而亡，30岁左右的夏姬成了寡妇。她先和陈国的大臣孔宁移行讣告在一起，后又通过两人的介绍认识了陈国的国君陈灵公，君臣四人就常在一起作乐。夏姬的儿子看不过去，一怒之下杀了陈灵公，楚国便以此为借口出兵陈国，扬言讨伐夏姬的儿子。没想到楚庄王一见夏姬就心动不已，打算纳她为妃。他的大臣巫臣极力劝阻，他才将夏姬嫁给了连尹香老。结果没几天，连尹香老就战死沙场了。他的儿子黑曜连父亲的遗体都不顾，立马将夏姬娶回了家。不久后，巫臣横空出世，带着夏姬私奔了。夏姬40岁时还给巫臣生了2个孩子，他这一生也算波澜壮阔了。中国古代有个令人浮想联翩的群体，他们虽为丫鬟，身份却不低，他们的房间与主人相通，最易窥见闺房之乐。他们不仅是少爷的启蒙老师，还是女主人的替代者。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，回复通房丫头即可观看。